你坐呢度，得好。啊，千千坐呢度，得啦。你要拎份報告嚟先。我嚟先，拎手先嚇。好，唔該曬，好，點作先？點作？咁我哋會等到2:30先開始嘅，再等多一兩分鐘先。時間差唔多啦，咁大家好啦，歡迎大家出席文研嘅發布會。咁我係今次記者會嘅主持鄭興儀 Ingrid。咁先介紹台上幾位講者先。咁分別有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博士啦。咁亦都請嚟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成員吳坤廉 Kenny。咁另外咧亦都請咗低碳想創方嘅社區氣候應變倡議小組成員周立儀同林千千嘅。咁佢哋有幾位小組成員咧，今日都有出席噶。咁介紹幾位啦。咁 Kenny 咧，其實本身都係一個註冊社工啦。咁亦都關注劏房嘅議題好多年噶啦。咁而家專責服務葵青區嘅基層家庭嘅。咁而周立儀 Karina 咧，咁就係從事政策研究。咁而家就喺一間針對環境同可持續發展議題嘅智庫係做研究分析員嘅。咁另外千千咧就係一位助理城市規劃師。咁佢一直都有參與同推廣唔同社區改善項目噶。咁今日我哋公布嘅我們香港人意見調查咧，就係有關氣候變化同氣候公義，咁就會觸及到極端天氣對一啲不適切住所嘅住户嘅影響噶。咁今次嘅發布咧，同樣都會透過 Facebook、YouTube 同 Zoom 去直播啦。咁如果記者係想加入 Zoom 去參與討論咧，就可以 WhatsApp 聯絡我哋6641-2363。咁另外今次咧看中國同大紀元啦，咁另外低碳想創方嘅 Facebook 都會直播住今日嘅發布會噶。咁而今日出席記者會嘅朋友咧，可以 scan 翻側邊嘅 QR code 睇翻今日發布會嘅參考資料。咁我先講講今日嘅調查結果啦。咁今次嘅調查咧就係2月14日至17日用電郵接觸我哋嘅群組成員去做嘅調查，咁就訪問咗4847位12歲或以上嘅香港居民。咁首先第一條問題啦，就問到你有幾支持或者反對以下呢兩項措施嘅。咁首先講緊第一項措施啦，就係增加臨時庇護場所嘅數量。咁話好支持同幾支持嘅人咧，就有72%。咁有19%嘅人就表示一半半啦。咁另外有6%咧，就係認為係幾反對或者好反對㗎。
咁唔知道或者好難講嘅人就有3%。咁而針對第二個措施咧，就係將唔同種類嘅臨時庇護場所綜合成可以應對各種狀況嘅社區氣候應變中心。咁呢一個嘅數字同頭先個措施都有啲相似啦。咁、那個支持嘅百分比咧，即係投票好支持或者幾支持嘅咧，就有77%。咁另外有15%人咧就係50/50。咁另外有4%嘅人就係幾反對或者好反對。咁呢個就係我哋用圖示去睇翻個結果啦。咁見到兩項措施都有超過70%人係表示支持嘅。咁到第二條問題啦，就係問到你有幾支持或者反對政府喺酷熱天氣夜晚咧開放體育館呢一類嘅公共場所，咁方便一啲住喺㓥房啊、天台屋呢一類嘅居民去借宿噶。咁呢條問題咧，同樣都有70%人咧係表示好支持或者幾支持，咁有21%嘅人咧就表示50/50啦。咁有7%嘅人就話係幾反對或者好反對嘅。咁同樣都有同事啦，咁見到有70%人就係支持呢個措施嘅。咁最後一條問題咧，就係問到受訪者有冇聽過氣候公義呢個概念。咁見到咧有83%嘅人咧都話冇聽過，咁得17%嘅人就聽過嘅啫。咁所以見到咧，即係冇聽過呢個概念嘅人都佔大多數㗎。咁呢個時候我哋先請低碳想創方嘅兩位嘉賓咧，就可以講講佢哋對於氣候變化嘅一啲倡議同埋建議先，好交俾你哋先。好多謝主持人嘅介紹啦。咁我哋係低碳想創方氣候變化社區倡議小組。咁我哋嘅名咧就係社區氣候應變倡議小組啦。咁我哋所倡議嘅項目咧就係社區氣候應變計劃。咁我哋係希望咧可以改善現有嘅庇護中心啦，同埋提升社區嘅氣候應變能力嘅。咁其實咧，我哋想針對嘅問題咧，我哋想針對嘅問題咧，其實就係香港氣候公義嘅問題嘅。咁啱啱主持人都講到啦，香港其實即係有83%嘅受訪者咧，佢都係冇聽過氣候公義呢一個概念嘅。咁嘅氣候公義咧，其實就係講緊一啲對氣候變化責任最細嘅群組咧，反而咧係對受到氣候變化最大嘅影響啦。咁喺香港嚟講咧，可以例如就係講嗰啲劏房住户啦，因為咧其實佢哋嘅個人嘅碳足印可能好低，但係佢哋係最受到極端天氣嘅影響，例如酷熱天氣同埋熱夜咁樣啦。咁我哋就係希望對不適切居所住户咧嘅佢哋對氣候變化影響咧，可以作出一啲幫助同埋做一啲應變嘅措施改變嘅。咁咧，我哋雖然嗰個項目嘅主要對象咧係劏房户，但係咧我哋都希望係可以有利於無家者啦，同埋整體社區嘅。咁首先咧想講下，點解我哋係需要呢一個應變計劃嘅？咁香港啦，大家都知道其實氣候變化越嚟越嚴重啦，我哋都見到其實酷熱天氣嘅日子咧係越嚟越多嘅。咁天文台其實都已經同大眾宣講緊啦，其實香港咧會變得越嚟越熱啦，越嚟越多熱嘅日子啦。咁如果我哋唔想日日都係好熱咧，就好需要減碳啦。咁另外除咗温度咧，其實喺降雨量方面咧，其實都會有嚴重嘅改變嘅。咁例如我哋所面對嘅颱風啦，都會有數目嘅增加同埋強度嘅增加嘅。咁呢啲咧，其實對劏房户咧都係會有好大嘅影響。咁又或者好似上年咁樣啦，我哋12月咧都仲有個颱風。咁所以咧，係可以睇到氣候變化咧，其實係一定會繼續喺度影響緊香港嘅。咁另外香港係處於一個亞熱帶嘅地方啦，其實熱咧同埋濕咧係一個死亡嘅組合嚟嘅，因為咧佢哋會濕度咧係會阻止人類嘅汗去蒸發啦，影響人類嘅散熱能力嘅。咁其實咧，氣候變化咧係威脅公共健康嘅，唔係只係一個環境嘅問題。而低收入人士，例如住喺劏房單位嘅人士咧，其實係最有呢一個威脅咯。咁所以我哋係唔可以忽視呢啲問題嘅。咁我哋講到啦，其實劏房户咧，佢哋喺屋內嘅温度咧係特別熱嘅，甚至咧有團體係做過調查啦，係比屋外嘅温度咧係相差高達5.8度嘅。咁咧去應對呢個酷熱嘅問題咧，
日間咧有啲劏房户咧係會去嗰啲社區中心啊、食肆啊、圖書館啊去消暑啦。咁咧社區中心就係有好處嘅，有活動啊，會比較安全，同埋大人細佬都有得參加啦。但係其實咧呢啲係唔可以解決晚間嘅需求嘅。咁點解而家有啲劏房住户啊，或者有需要人士咧，其實唔會用政府而家嘅措施咧？政府其實而家係有開放臨時有需要嘅時間咧，會開放臨時庇護中心啦、臨時避寒中心同埋夜間臨時避暑中心嘅。庇護中心就係俾打風落雨、山泥傾瀉嗰使用嘅，咁所以係選址咧係比較多嘅。但係避寒中心同埋避暑中心咧，其實普遍每區只係得一個啦。而好多都係一啲區內入邊嘅社區中心啦。咁但係咧，佢有好多現存嘅問題啦，導致佢嘅使用率比較低啦。例如佢哋嘅位置咧係非常之不便嘅。例如喺荃灣區、觀塘區，我哋攞市中心嚟講咧，其實嗰個社區中心，即係用嚟做避暑中心或者庇護中心嘅嗰個社區中心咧，係要行成30至40分鐘嘅。咁所以喺極端天氣下，例如大風大雨，係啲人係唔會想行過去啦，同埋行動不便嘅長者啊，咁樣都係唔會去選用呢啲位於山上或者位於偏遠地方嘅社區中心嘅。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社區中呢啲庇護中心或者避暑中心嘅營運方面咧，係有佢嘅不足啦。例如佢嘅開放時間咧係比較，例如晚間避暑中心嘅開放時間好夜啦，而佢結束嘅時間都係早，因為要適應翻當日社區中心嘅嗰啲活動。咁但係即係講緊夜晚入住嘅人咧，就會好快俾人趕走啦。同時咧，亦都有人反映係有衞生嘅問題，例如所提供嘅被鋪啊、床墊啊係有濕啊、唔乾淨，亦都有保安嘅問題，啲人會驚佢哋嘅私人財物俾人偷啦，所以就唔敢用。咁另外一啲設施，例如儲物櫃啊、沖涼啊、叉電啊，都係唔好足夠嘅。咁呢啲都係一啲因素，令到啲劏房住户啊、露宿者係比較抗拒去用政府而家嘅庇護中心嘅。咁另外咧就係佢開放嘅門檻。咁而家避暑中心咧就淨係喺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嗰陣開放啦。咁但係喺密度好高嘅城市中心，特別喺劏房住户聚集嘅嗰啲地區，例如深水埗、油尖旺、觀塘咁樣咧，其實佢個區內温度係會更加高嘅。樂施會佢即係頭先嘅調查講到啦，其實室內佢哋間房劏房內嘅温度咧，可以係高過室外嘅温度5.8度啦。咁所以其實佢哋未到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嗰時，其實已經好需要庇護中心噶啦。咁但係係啦，咁有啲劏房為咗慳電啊，咁就唔會去開冷氣咁樣啦。所以係呢啲庇護中心嘅開放門檻咧，都係有佢嘅不足嘅。去到資訊唔流通啦，就係有啲劏房住户咧，其實根本唔知道佢個區內係有呢啲避暑中心啦，或者係知道有，但係唔知道個地址喺邊嘅。咁喺極端天氣同埋暴雨情況下咧，係新聞電視可能會公布啦。咁但係好多劏房住户咧，佢哋唔係成日會聽新聞或者聽收音機嘅，可能係淨係睇手機嘅新聞啦。咁如果係有啲更加即時嘅通訊嘅方式咧，先會更加好嘅。最後就仲有疫情衍生出嚟嘅問題，就係而家疫情咧，有好多社區中心同埋會堂都關閉咗啦。咁雖然係夜晚咧，即係政府都有做一啲措施去安排避寒同避暑中心。咁但係夏天好熱嘅日子啦，劏房户而家係困咗喺屋企咯，而唔係可以冇得去呢啲避暑嘅地方咯。咁我哋都做過一啲實地考察啦，可以見到其實以上好多中心咧都係關閉咗，即係或者係做咗嗰啲疫苗中心、防疫中心咁樣嘅。咁跟住我就會係啦。咁最後咧，政府咧其實係有講過少少關於氣候變化應變同埋適應嘅。咁但係好多都係集中喺基建啊、防洪啊、排水一啲大高層大範圍嘅嘢。咁但係冇一啲針對個人劏房户跟草根市民需要。咁所以我哋就就住呢個方向去提出一啲建議。咁跟住我就會交俾千千去介紹我哋嘅計劃。好，唔該你 ，Karina。咁我小組我哋經過經過各種調查同分析後咧，小組就倡議呢個社區氣候應變計劃嘅。咁目的咧係提升社區氣候應變能力啦，包括政策方向嘅建議同應用及
增強社區網絡資源項目嘅。首先咧，具體嚟講，要重新思考傳統庇護中心嘅概念。咁亦都想改變成為社區氣候中心社區氣候應變中心嘅。當中咧，亦都要做一啲改善現有臨時庇護中心嘅設施啦，同埋提出新嘅創新方案。最後改善資訊發放系統，就支援以上啱啱提過嘅項目。咁我哋小組就將五項嘅建議咧，成為放入咗一張清單度嘅。第一，重新思考臨時庇護中心概念。就將傳統臨時庇護中心打造新形象，加入社區客廳概念嘅，就令中心變成更平易近人啦，歡迎鄰居居民多探訪嘅討量點。咁就都想提高佢嘅中心嘅包容性，建設跨代共融同無分社會階層嘅空間。咁從而咧都希望改變部分社會對臨時中心嘅臨時庇護中心嘅偏見。我哋經調查發現咧，其實有啲基層嘅居民，甚至乎無家者，佢都覺得佢唔係好想用，因為覺得即有嗰種偏見，覺得會俾人可能歧視啊，或者話咁嘅。另外啦，中心氣候應社區氣候應變中心咧，都可以擴大社區氣候應變潛力嘅。咁例如啦，可以用一啲課程同活動嘅模式，就提供一啲氣候適應教育，同埋創造一個可以分享社區資源同知識嘅平台。咁香港民研調查結果都指出，77%嘅受訪者係支持將唔同類型嘅臨時庇護場所綜合成可以應對各種情況嘅社區氣候應變中心嘅。咁建議二啦，就加設臨時庇護中心或社區氣候應變中心數量。咁香港民研調查結果都指出啦，72%嘅受訪者係支持增加臨時庇護中心數量嘅。以深水埗區為例啦，見到咧熒光幕上邊有個南昌社區中心嘅，咁呢個就係深水埗區嘅晚間臨時庇護中心啦。雖然喺藍色框框入邊，藍色框框入邊嘅其實係劏房戶聚集區，咁其實南昌社區中心都唔係離劏房住戶遠嘅，咁但係咧隔住一條大馬路。通州街西區走廊，又要過市民又要過大馬路，又要行行人天橋先過到去，其實係好唔方便，同埋唔鼓勵市民去嘅。咁所以咧，除咗增加庇護中心數量之餘咧，亦都要考慮場所係咪接近啦，同埋可達性高唔高嘅。亦都可以考慮下加設其他開放其他嘅公共場所啦，例如市政大樓啦、體育館或者學校嘅。其實加咗呢啲地方咧，已經嗰個社區氣候應變網絡已經係提升咗好多噶啦。2018年屯門區議會亦都提議過用體育館去做臨時庇護中心嘅。咁香港民研調查結果都指出，70%嘅受訪者係支持政府喺酷熱天氣晚上開放呢啲公共場所，例如市政大樓啊同體育館，就俾啲劏房户、天台屋等不適切居所市民去借宿嘅。另外啦，泳池又可唔可以免費開放呢？即係喺酷熱天氣警告下，睇澳洲墨爾本嘅例子啦。其實佢哋嗰邊已經有呢種嘅政策去支援市民降熱降温嘅。除咗喺公共場所加設臨時庇護中心數量啦，我哋都倡議咧設立一個社區志願計劃，咁就應用翻同增強社會網絡嘅。
亦都可以善用商界的資源。咁計劃咧係源自共享經濟概念嘅，亦都參考過外國嘅例子啦。喺英國倫敦英國，佢會邀請商界同非牟利機構啊，有商鋪、學校、宗教場所等等，自願咧就將適合嘅位置登記成為投糧點嘅。跟住美國都有類似嘅例子啦，就將啲庇護自願嘅避暑場所就放入一個地圖，咁市民係好容易就可以睇到點揾點去呢啲地方嘅。咁另外啦，亦都可以諗下動用現有嘅資源嘅，有啲臨時宿舍如果有空處嘅位置咧，可唔可以都善用佢咧？亦都可以善用翻而家居民平台啦，針對可能例如劏房户咁發放信息嘅。政策層面上咧，政府都可以支持呢個計劃嘅，這個社區自願計劃。咁發放津貼俾啲自願機構或商界，就鼓勵更多志願者去提出呢啲或者捐出嘅投糧點。志願計劃都鼓勵唔同志願者啦，例如退休人士啊、學生同非牟利機構人士等去做義工，去幫助解決臨時庇護中心人手同管理嘅問題嘅。好，第三，降低臨時庇護中心開放條件。啱啱 Karina 都有講啦，喺高密度中心市中心入邊咧，特別係劏房區、劏房户集中區。咁特別係由尖旺、觀塘同深水埗、葵青區呢啲區係生意係特別難嘅，所以咧小組都倡議咧降低現時夜間臨時庇護中心開放條件，由酷熱天氣警告標準最低温度攝氏28度改為攝氏嘅27度。但這個呢其實只是我們調查的初步建議，我們都提出呢政府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了解各區城市氣候的情況啦，跟住然後再作臨時更改臨時庇護中心開放的條件的。第四，就提供更多人性化的設施。係咁啱啱 Karina 都講到有好多用家都好擔心財產安全問題，咁我哋就建議可以增加儲物櫃供應，又或者將現有嘅儲物櫃就俾開放俾庇護人士用。衞生方面亦都係可以提供多啲更衣室啊，或者浴室乾淨嘅床褥啊、被鋪等等，又可以睇下其實會唔會有啲新研發嘅新物料係可以容易即衞生啲、清潔啲或環保啲咧。因為知道而家民政事務處都會用啲即棄嘅被單，係啦。咁另外啦，都為咗配合社區客廳概念咧，都想提供少少娛樂嘅。WiFi 供應、插電位、飲水機呢啲都係重要嘅，俾市民喺嗰度可以用。咁另外啦，社區居民都可以捐啲書啊或者玩具，如果遲啲有細路仔小朋友去嘅話，都可以即感到歡迎啲，提高嗰個中心嘅印象。咁等市民有需要時會仲更加肯去用咯。咁最尾啦，改善資訊發布系統，咁這個建議都很重要的，因為即使我們增加和改善了臨時庇護中心呢，但是市民都不了解或者不知道地點在哪裡，又不知道那些資料其實等於沒有用，所以呢我們就建議呢將設計出一個標誌性的圖像或 logo 啦，同埋用好難忘的倡議手法，咁等市民就容易識別嗰種嘅標誌或口號，咁咧佢哋見到就知道喺邊度揾呢啲資料啦。小組都倡議提倡咧，利用現有天文台電話應用程式，
就做改善工作嘅。咁當天文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時咧，用家就會收到通知啦。跟住我哋就建議喺個版面首頁嗰度咧，就放呢個 logo。咁咧，市民一開見到資訊就會知嚇可以喺邊度揾臨時庇護中心嘅資訊。咁我哋亦都提議咧喺選項入邊加個長期就加個社區氣候應變中心資料嘅項目嘅。另外啦，呢啲貼紙咧都可以放喺現有臨時庇護中心嘅門外嘅，即係有啲似米芝蓮貼紙啊即係我知呢間餐廳有 Uber Eats 嘅功能，即係類似嗰個概念。咁市民一行過見到咧，就知道呢度有，咁佢有需要嗰陣時就可以去啦。咁同埋都會提高市民對鄰近社區氣候應變措施嘅知識嘅。街道路牌一樣啦，就俾市民方便同更容易揾到氣候中心嘅地點。如果公共場所變成臨時庇護中心咧，都可以貼呢啲貼紙嘅，亦都俾市民容易識別。最後啦，社區志願計劃嘅私人場所同商場啊、食肆等都可以放呢啲貼紙，咁一見到就知呢度係有可以作庇護功能啦。咁係多謝大家，我哋今日嘅分享就係咁多。而家Kenny 可以介紹少少。唔該曬，先先同 Helena 分享，即係都聽咗好多唔同建議啦。咁所以呢個時候都想請教翻 Kenny， 就係其實你都接觸好多劏房户啦。咁其實到底佢哋面對一啲極端天氣，真係好熱或者好凍嘅時候，到底佢哋喺劏房嗰個環境係點樣？到底面對一個咩情況？好，唔該曬主持同埋唔該曬兩位分享啦。咁其實咧，即係我哋自己喺前線，無論係葵涌區又好啦，或者全港咧，其實都持續地係接觸唔同嘅一啲劏房街坊。其實咧，一啲極端天氣，正如大家啱啱分享咧，過往依幾年咧，嗰種極端天氣咧，係我估大家都唔使劏房户，我哋自己都感受到，其實係比以往嚴重咗好多。可能先唔講話可能冬天個天氣幾多度，但係可能夏天風災啊、啲風球嗰啲都好似特別勁嘅。譬如之前近幾年就可能山竹啊、天鴿嗰啲咧，我哋有啲街坊咧，甚至係佢面對緊咧，可能打風嘅時候咧，我哋都一般單位都可能甚至嘅時候咧，佢哋係成我哋有啲劏房街坊，因為近年咧劏房街坊係多咗啲劏房係僭有僭建部分，甚至成個係僭建嘅。而依啲僭建嘅劏房唔係喺寮屋嘅劏房，而係喺一啲舊廈裏邊嘅天台啦、舊廈嘅平台位僭出嚟啦。因為僭建就可以令到嗰個空間係大啲，咁啊業主就可以揀多幾間租多啲啊。咁但係奈何喺依個極端天氣下，跟住又有更加越嚟越多依啲僭建嘅一啲劏房單位嘅時候咧，一打風一落雨嘅時候咧，好勁嘅一啲風災雨災嘅時候咧，佢哋就我哋有啲街坊係成個屋頂吹走咗，成個廁所咧係吹爛曬嘅，直情係。咁咧嗰個影響咧，我估唔單止係大家想像到嗰個影響係即時對佢影響，就可能啲財物嘅損失啦、人身安全啦，但係其實唔單止嘅。依、這個極端天氣對劏房户嘅影響就係佢損失曬啲嘢之後咧，佢當下嘅一個驚嚇啦。佢都一個心理嘅一個陰影啦，我哋有啲街坊甚至係要長期之後 keep 住要見心理輔導咁樣嘅，咁我估依個狀況其實都係我哋相信嚟緊嘅日子咧，依、這個狀況唔會突然間消失，亦都係持續會發生嘅。係咁，另一方面咧，撇除講緊風災或者一啲雨災，我哋講緊係一啲閒時會經常發生，就係頭先講緊一啲氣温上嘅變化。啲街坊成日都會分享嘅，尤其是住㓥房，佢哋係一啲天台㓥房嗰陣啦、前面㓥房啦，或者一般係冇窗或者得窗唔流通、對流唔到嘅啲㓥房單位，啲街坊就會話啊，我哋係冬暖夏涼，係調翻轉嘅，係啦，係啦，咁佢就係冬天咧就特別凍，夏天咧就好似焗爐咁樣嘅。佢哋小朋友咧直情係唔願意留喺屋企，咁我估唔止啲家庭，一啲單身人士咧。好似啱啱大家分享所講，佢哋夏天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可能選擇去一啲體育館啊、商場啊等等，係啦，咁就出即係公園都去唔到啦，因為公園都係一樣咁熱啊嘛。咁所以依個狀況其實佢哋直情分享就話，佢哋去到好夜咧先會翻嚟瞓覺，甚至我認識有啲街坊咧，佢最尾租咗個劏房咧，佢夏天係唔係瞓喺個劏房，佢就瞓喺公園，因為公園涼爽啲。
係啦，咁即係有少少本末倒置啦，成件事係啦，咁所以依個都係佢哋面對緊嘅一啲狀況係啦。咁可唔可以開冷氣咧？唔係唔得嘅。劏房其實很多都本身有冷氣，即係依家已經大部分因為佢不斷越裝越靚，跟住收越貴租咁樣。有冷氣咧，一係就有啲街坊唔捨得開，因為一開個電費好貴，大家都知道水電費係濫收緊啦，劏房係啦。雖然立咗法，但係依家個狀況又唔係好似好有效用喎，嗰個立法。咁另一方面有啲通常有小朋友嘅劏房家庭咧，佢哋咧嘅佢哋係好難唔開冷氣，因為咧唔開冷氣咧，佢哋小朋友嘅皮膚病咧係以佢哋自己街坊之間交流咧，喺住劏房係特別嚴重，係啦，特別容易有濕疹啊，或者夏天特別容易出嘢出疹啊等等嗰啲，咁所以咧焗住咧啲家長都一定會開冷氣，同埋甚至如果冇窗嗰啲單位係全日開，但係大家想像到全日開冷氣，佢哋嘅電費可能比一般市民係貴兩三倍嘅時候咧，佢哋個負擔係好重，所以係幾無力幾兩難嘅一個局面嚟嘅，係。咁所以佢哋點樣處理呢？佢哋就好似佢帶住小朋友咧，就未必好似單身人士嘅劏房户咁樣可以去商場抖糧啊，啲長者劏房户可能去體育館度啊咁樣。咁佢哋就可能真係都冇辦法啦，就可能帶佢哋去啲中心度咧，可能長期喺電腦室度做功課，自己身去到好夜先翻屋企。咁其實對佢哋生活都好大影響。咁所以咧，點解另一方面，頭先我聽到兩位嘅建議都好好啦，即係有一個一個。可能是一個中心的形式，綜合的中心形式，是讓他們去遇到一些極端天氣的時候可以暫住。我覺得這個建議很好的，未必是住的，可以逗留都已經很好了。因為大家想像一下，其實他們為什麼要去這個剛才說去體育館去一些商場呢？一來有冷氣，二來很重要是有 Wi-Fi。 是的， Wi-Fi 呢其實不是一個奢侈品來的，對於我們現在普遍的市民來說，大家有時呢我都遇過一些探訪劏房户街坊嘅義工就話啊，點解佢哋有智能手機嘅？明明佢哋好似係好低收入嘅喎，但其實大家想像一下，其實劏房户咧係特別需要智能手機嘅，因為咧佢係比起我哋一般家庭更少娛樂。其實劏房反而係少啲電視添，佢哋冇位擺嘛，成日搬屋。佢哋個智能手機咧就係所有嘅娛樂在一邊啦，所以佢哋咧係更加需要智能手機，亦都寧願花錢。幾硬貴貴貴地都要買個智能手機嘅，咁佢所有嘅資訊啊等等啊嘅嘢都係透過智能手機啦。所以咧，但係佢哋又唔會有錢咧，係有一個無限上網，所以咧佢哋揾依啲避寒嘅地方咧，佢哋對於個 WiFi 嘅需求咧亦都好大，尤其是依家疫情啦，大家知道，我記得有街坊直情係屋企唔敢開冷氣，跟住 WiFi 唔夠無限 data。小朋友要上Zoom堂，他們就走，當時還是體育館開放的時候，走去體育館呢， 去上Zoom的課堂，大家想像到個畫面是怎樣的呢？是的，所以呢我估在這個即今天即多謝大會就有這個這分享的時候呢，覺得是很回應到街坊的需要，反而在那個綜合那個中心度是不是 有個究竟個時限性，有沒有什麼限制呢？即譬如會不會是開一天不開一天，定係都有一個很特定的時段，令到啲街坊很預算。如果佢開下唔開下咧，其實又未必係街坊會真係遇到時間會去，因為我都不知道幾時開咁樣個開放時間。而其次就係佢嘅相應的配套係咪頭先講嘅 WiFi 啦，或者一啲配套嘅一啲支援啦，令到街坊即係可以當係一個聚腳點，喺一啲極端天氣嘅之下咧，無論係氣温上嘅極端又好。或者是剛才講到一些可能風災等等的情況，他們都多一個選擇。還有最後一點就是講緊 accessibility， 就是那個易達到。剛才都那個分享很好，就是以往呢一些風災呢，街坊很少很少是會去那些庇護中心的，暫時臨時的庇護中心，因為通常每區只有一個，那一個呢就不是一個方便的位置來的，是的，這樣就所以主要都是可能是真的無家可歸的朋友就會去了，但如果劏房戶就算天花頂塌下來呢，他們寧願去親朋戚友暫住一晚。那怎樣令到這件事可以真的街坊用得到呢？那我覺得都這個值得大家去想多一點。謝謝，就住劏房戶即他們面對的困難，好像打風落雨都未必會去到這些臨時庇護中心的時候，其實這些的情況你們關注組織是否都有跟政府反映過呢？而這幾年來他們的態度是怎樣，有沒有回應過大家的訴求呢？我們以往很坦白說，過往在個氣溫沒有那麼極端或者風災沒有嚴重的時候，這個狀況沒有那麼明顯的，但是近三四年左右我們都看到，尤其是那時候是山竹定天鴿那段時間，是那一兩年突然間一夏天就很厲害，那我們跟街坊都 keep 住都會交流，大家都很關心這個位置，
係啦，雖然好坦白講，唔係全部街坊受影響，但係亦都唔少街坊係 suffer 喺呢件事上邊。咁我哋都一齊咧，曾經就住咧風災對於呢個劏房户嘅影響咧，做過一啲調查，同一啲唔同嘅一啲團體合作嘅咁樣。係啦，咁做一啲調查咧，去反映翻呢件事。咁一方面咧，我哋就覺得可以，頭先嗰啲配套措施都好好啦。一方面係啦，另一方面咧，我哋就覺得咧，政府喺成個一啲臨時嘅呢個庇護或者安置嘅安排。或者支援咧，係應該更加透明嘅，因為咧往往喺啲天氣一啲極端天氣之下咧，即係一打風，當下就係最急嘅時候去輸一個一條線直接駁得到嘅電話去求助嘛。但係原來喺嗰一下咧，因為啲人已經冇翻工咧，一來恆常嘅一啲服務單位已經因為都明白嘅，因為風災嘛。但係二來但係嗰個正正就係要求助嘅時機嚟時間點嚟啊嘛。咁會唔會一個係好直接嘅一個熱線或者一個求助方式係統一嘅，唔使再彈嚟彈去咧？係啦，二來咧就係頭先講嗰個accessibility， 即係嗰個易達度啦，嗰個服務嘅，無論係一個地點又好，或者去求助即時需要一啲支援又好咧，佢係當下係好容易可以係做揾到嘅，咁依個係好需要咯。同埋一啲事後嘅都需要，似我哋喺一啲即係風災當下就係頭先嗰啲啦，一啲可能災後一啲。呢啲極端天氣之後嗰啲一啲狀況咧，其實譬如我頭先分享嗰位街坊為例，佢個天花頂吹爛咗，最尾個業主咧冇賠償佢啲嘢或者冇補償不止咧，係即時趕走咗佢，佢係最尾係冇地方住，係啦，佢連執拾嘅時間都係好趕嘅嗰下，係啦，咁但係咧政府係冇乜一啲好緊急嘅支援係俾到佢嘅，係最尾佢可能都要申請其他嘅一啲基金，譬如緊急基金，譬如及時雨啊等等嗰啲，可能有幾千蚊，但係成間屋吹爛曬，一家四口幾千蚊幫到幾多咧？係啦，咁我估呢啲緊急嘅津貼亦都係應該有一個更加容易去申請寬鬆嘅一個指標俾佢哋咯。嗯，頭先你都話同意即係設立呢一類嘅即係社區氣候應變中心啦，都想問翻兩位即係你哋期望呢一種係一啲恆常嘅設施啊，定係點樣咧？因為可能係面對一啲極端天氣嘅時候先會用得著啦，怕唔怕俾人覺得啊要特登開一個咁樣嘅 centre 喺度會嘥咗個位咁樣咧？其實平時可以做啲咩咧？係其實我哋即係呢一個計劃好想提倡嘅嘢就係想大家多啲去關注其實。氣候變化受影響最受影響的人咯，而有少少都係想大家可能係有多啲愛心，有少少，因為我哋唔係話一定要特定騰空一個地方俾佢哋用，而係將現有嘅資源分享出去，係一啲可能空已經個地方已經喺度嘅，其實你開道門俾人入嚟係即係你已經開緊冷氣㗎啦，已經有個地方㗎啦，咁你純粹係要邀請佢或者接受佢入嚟去。逗留咯 ，Henry 啱啱講，即係唔使住嘅，就甚至逗留已經係對佢哋好大嘅幫助。咁所以係啦，呢個係即係最希望可以做到嘅嘢咯。同埋短期內咧就覺得因為現有嘅臨時庇護中心都係有需要先會開嘅。咁我哋短期覺得。可以做啲改善嘅配套先嘅，咁但係啱啱Karina都講過，長期嚟講咧，我哋覺得更好嘅就係可以恆常開呢個中心，咁又唔會覺得特別係嘥咗，因為佢都可以做多功能噶嘛，咁同埋我哋都提過啦，嚟緊極端天氣啊、氣候變化嘅影響係會越嚟越多、越嚟越大嘅，咁所以呢啲措施唔會嘥，因為真係需要嘅。同埋有少少補充少少，就係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係一個需要培養一個社會嘅意識咯，一個文化或者係一個恆常意識，就係呢件事係發生緊嘅，係有人需要嘅。咁如果見到有人喺街度好熱，唔需要抬頭，咁就即係上去俾杯水佢啊，咁樣即係一個希望可以融入呢個香港嘅文化同埋平常人嘅意識入邊咯。睇下台下會唔會都有啲問題或者補充？咁我都仲有啲嘢再想追問啦，因為見到就其實我哋個調查就話有83%人其實都冇聽過氣候公義呢個概念，其實係咪即係政府係咪做得唔足夠咧？即係或者其實佢應該點樣先可以令到呢樣嘢更加貼地、更加多，即係可能係一般市民甚至基層都可以更加接觸到呢一個概念咧？我試下，好啊，因為係咯，我見到個數據上咧，其實我就咁睇都唔難。
即都估到係大概係真係好少人聽過，即係唔好話人哋啦。其實我自己都未必係一開始就好熟悉依樣嘢，到依家我都唔敢熟悉，即係向大佢哋請教。咁咧都係但係依樣嘢咧，的確係好少街坊係會特別留意氣候公義依樣嘢，係啦。咁而我哋頭先主持都有問到我哋其實啊，依幾年有冇就住依樣嘢同政府去反映啊等等，即係都唔好講氣候公義，係翻翻去少少就係街坊係風災之下啲災天一啲氣候一啲突變嘅狀況下嘅一啲支援咧，依件事咧，無論喺公眾甚至可能喺政府眼中咧，可能係一件好個優次擺得好低嘅事。即係嗱，如果個對象我哋講緊係劏房户，劏房户啲人一諗起就係諗起租金啊、水電貴貴啊、環境好差啊咁樣，唔夠空間等等。但你點排都唔會排到天氣對佢嘅影響，其實係啦。咁所以咧。的確，依、這個再延伸到氣候公義咧，嗰、那個咧係的確係值得去令到更公眾更加多去留意，甚至政府都應該正視個問題，因為見到好似未來嗰個風打風嘅日子越嚟越多，越嚟越難以預計，咁依個就可以希望可以公眾多啲關注。講打風啦，就見其實呢幾日都好凍啦，後日見到天文台都話跌到十度啦。其實最即時，即係政府可以做啲乜嘢可以幫到呢一啲嘅劏房户咧，即係。譬如可能講頭日真係跌得好犀利啦個氣温，你哋有冇啲咩？我講下先係啦。我估有啲即係天氣都係啦。譬如依排即係啲佢突然間又好熱，突然間又凍又好濕喎，咁樣嗰啲狀況咧，其實咧我估都幾好難用一條線去講有啲咩嘅支援嘅，因為其實甚至潮濕嘅天氣對劏房户都係好大影響。係啦，咁樣即係，但係依個再離開啲啦，係啦，咁起碼喺一個首先喺頭先講個空間個提供嗰度咧，係好值得係去留意一下啦。譬如頭先講啊，嗰個場地建立一個綜合嘅中心，佢可能限時唔係用依個用途嘅，但係某啲特定時段就係發揮翻去用途啦。但係一個都唔夠噶嘛，咁其他點咪好似頭先咁運用體育館啊等等，係有一啲另類嘅開放嘅一啲用途。去俾到工作人士去喺嗰啲時冇嗰啲時間點去站嘅，係啦。咁呢個係長遠啦。短期咧，其實政府會唔會係可以喺譬如呢啲狀況物資上嘅支援係需要嘅，係啦。咁而風災即係一啲極端天氣下，佢哋對於個住屋環境應該咁講，極端天氣下對住屋環境嗰個影響一定有㗎啦，係啦。咁而這個住屋環境的衍生，除了因為天氣之外，其實本身那個單位都是有影響的。即譬如舉個例，它原來是用鐵皮頂的，可能一般我們都會熱的了，但是鐵皮頂在這段時間突然間很熱或者突然間很冷的時候，那個住戶就會更加極端，他們面對的處境是的。這個其實牽涉到一個 住屋的標準，是的。住屋標準就是政府會不會是其實在它一個中期的時間可以就住一個一般劏房，我哋唔係要劏房合法定係點樣去嗰個討論，而係劏房或者一個住屋嘅基本條件，佢要滿足到先，而唔好令到嗰個劏房街坊因為唔同嘅因素，甚至係依家講緊嗰個天氣嘅轉變，佢有一個額外嘅一個受影響嘅狀況。即係其實而家不論係短期、長期，其實劏房户都有好多即係佢哋嘅困難啦，居住方面。但即係喺呢個時候，疫情咁嚴重啦，政府都講明啦，抗疫係要壓倒一切嘅任務嚟噶嘛。咁即係可能中常，你會覺得政府呢個時候應該點樣做，或者點樣先可以俾人覺得啊，其實都仲關心緊呢一批嘅劏房户咧？其實就即係劏房面對嘅問題就即係唔單純係氣候公義嘅問題啦，即係比較多。我哋都過去都做咗幾次關於劏房嘅調查，大家都知㗎啦嚇。咁劏房咧就面對一系列綜合嘅問題嘅。不過當然我好同意小組嘅講法，就係話即係劏房住户咧。在香港呢個環境，可能就係嗰個氣候公義其中一個好典型嘅一個好典型嘅一個，即係喺成個公義階梯裏邊，即係可能責任唔係最大嚇，但係咧就失法最多嘅一班人啊！咁大家都知㗎啦，即係冬天就凍到飛起嚇，熱天咧就焗到飛起，潮濕咧就有濕，即係呢啲係一啲個經常嘅問題。咁特別即係近呢幾年有多咗一啲。寮屋式嘅劏房啦，所謂啊，咁嗰啲好多都係即係聽你所講嗰種啊，就包括咗啲即係鐵皮頂啊，喺天台間咗個位出嚟，咁啊變咗劏房啊嚇，咁呢啲就相當之多嘅，咁啊，咁而家佢其實到今日政府都冇一個好實在嘅數字，劏房有幾多人，咁都係估都係廿萬到啦咁樣，咁呢個數字大家知道，我所知好多
在地區做嘢的團體咧，都覺得呢個唔係一個準確的數字嚟嘅，因為冇計到工廈劏房啦。第一就啊，第二咧就對於近幾年新興嗰啲，即係喺天台啊平台間出嚟嗰啲，基本上冇統計過啦。而實際上見到近呢幾年都冇做過關於劏房個數字嘅統計。對上一次比較大型啲做咧，已經係2013年嗰陣時候，應該係嚇、啊、跟2016年就做咗一次跟進啦嚇。咁、啊、基本上就係咁啦嚇。咁、啊、我好多謝今次低碳廠房方咧，將一個比較偏門嘅概念啦，就帶出嚟俾大家知道啦。正如我哋上邊都睇到，即、就、係、是、大部分人都未聽過呢個概念嘅嚇。呢、啊這個概念咧，其實喺2015年巴黎峰會就已經提咗出嚟噶啦。咁睇出嚟之後咧，事實上咁多年嚟咧，香港政府就冇就住啲議題做啲咩好有效嘅宣傳嘅嚇。咁、啊、到啱啱舊年年底嗰個格拉斯哥嗰、那個即係氣候峰會咧，又再講一次。咁咧就我記得咧，當時講完之後咧，香港嘅天文台長咧就出嚟做啲訪問咁啊，又提過呢樣嘢啦。但事實上亦都唔代表政府有啲咩做過。咁喺香港，我覺得香港人好務實嘅，係嘛？即、就、係、是、你講公義咁嘅啫嚇。即係政治公義都講唔到啦，你講氣候公義好似好遙遠咁樣喎，大家會咁諗。咁但係咧，實際上對人生活最影響嘅就係呢啲人。我亦都聽，我都見過一啲個案，佢係熱到點啦，瞓街啊！咁我所知咧，而家嗰十幾個嗰啲庇護，即係臨時庇護中心咧，你話佢好唔方便，又喺一啲地區啦嚇、啊。譬如你石硖尾嗰啲好方便噶，喺四廿二座嗰度旁邊啫嘛嚇。啊咁梁顯利好方便噶都係嘛？咁你可能慈雲山南嗰個偏埋一邊啦，可能就遠邊遠啲啦。咁所以其實睇一個地區，咁我諗即係政府用呢啲社區中心嚟做呢個庇護中心咧，亦都事實上係一個即係香港好多即係公共設施咧都用到幾盡嘅。咁所以佢唯有用呢啲啦嚇。咁但係咧最大問題反而就頭先大家幾位嘅建議都講得好清楚。有好多限制咧，係好不合時宜嘅，即係好唔 user friendly。簡單講就係好唔 user friendly 啊！即係28度之後就俾你用啊嚇、啊！一啲我所知一啲中心啦，有啲中心咧就可能即係入到去之後，即係俾個位你，俾個席你，咁你就自己搞掂佢，其他嘢就乜都冇噶啦嚇。WiFi 咧一啲有嘅，有啲有嘅，我知道啊，有啲有嘅嚇。咁所以其實就第一唔好 user friendly 啦，第二咧就個使用標準好都幾嚴格嘅事實上嚇、啊。第三咧就即係老實講，等到你公布今日熱夜啦，咁樣28度啦，然之後開放啦，咁好多人都根本都唔知呢啲信息，落到去可能未開係嘛，啊可能都唔知開咗未。咁好呢啲咁嘅即時信息咧就發放得唔係好 tidy 嘅。咁所以做地結果咧都使用嘅人唔好多，我所知就唔好多人使用嘅啫，事實上就嚇。所以因為惡性循環啦，因為使用嘅人未必好多，咁跟住咧政府有大條理由，我都冇人用，我搞嚟做乜啫嚇？我你話降低到27度咁樣，咁都係咁啦，都冇得人用啦。咁即係政府就民政事務署就好多啲咁嘅理由啦，佢哋可以唔去諗去改進到服務啊。咁所以我諗今日你提出5個建議咧，我覺得都好嘅建議嚟嘅。咁我希望你哋可以將呢啲建議。而家有個 survey 嘅結果，你哋可以將啲建議整理一下，然之後將佢向有關部門，即係透過第一啲意見書啊，去做啲反映啦。第二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即係 Candy 咁樣嚇，可以喺區裏邊利用呢啲即係實在嘅數據，就去推動啲方眾或者社區裏邊嘅團體啦，即係唔單止單靠廣東方啦，其他嘅團體啦，都可以有啲依據啦，去。教育公眾又好，宣傳又好，亦都要求政府係做多少少。咁我希望啊，即係無論個政治制度點，或者個政治爭議幾大，我哋呢啲工作都可以即係繼續做落去咁樣咯嚇。咁、啊、所以我哋好歡迎同大家合作嘅，亦都好高興咧，今次可以有個機會啦，將一個比較偏門嘅話題咧，結合住一啲實際嘅數據同埋一個好實在嘅問題，就劏房咧，係將佢一齊咁帶咗出嚟。劏房嗰度亦都係啦，我哋都關注咗好幾次啦。咁事實上劏房嘅問題咧，就大家知道有條新嘅法例執行咗一個月到啦。嚇、啊，咁頭先阿 Candy 講，咁啊呢個係執行咗法例之後第一次聽嗰個具體嗰個執行情況嚇。咁 原來係繼續濫收電費嚇。咁呢啲啊真係可以投訴嘅。不過我當然好明白，
即係好多方眾就基於種種嘅顧慮啦嚇，驚啲業主唔知會點對付佢啊嚇，或者話即係會唔會俾人趕走啊啲咁，即係其實而家就應該好難嘅，因為有呢個租住權保障噶嘛嚇，但係即係始終都係劏房嘅住户都係處於弱勢啦，咁所以我希望多啲社區服務嘅組織同埋團體咧，可以多啲關注呢啲問題，亦都一樣啦，即係賣下個高人，唔好意思嚇。即係一啲關注團體，如果你覺得即係可以透過我哋呢個平台，係即係俾多人知道，亦都透過呢個平台咧，可以即係做一啲倡議工作嘅話咧，咁啊唔好嘥咗咯，即係繼續揾我哋，我哋好樂意咧係就住啲問題咧做多啲功夫嘅嚇。咁、具體咧，我諗我好同意頭先低碳採購方即係嗰五方面建議啦，即係好有想像力嘅建議，有啲係咁，我相信未必可以一蹴即就啦。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冇嘢嘅，做倡議者，我哋未必一定有切身處地嘅義務嘅、反正我講十樣，你做一樣，我都好高興噶啦，係嘛？咁所以大家就繼續大膽啲，即係提出你哋嘅要求。有好多嘢官員未必知道，亦都未必想知道，市民亦都未必知道。我哋起碼係令到多啲人知道，咁知咗之後咧，就可以多啲依據，多啲動力去做一啲改進。咁呢點咧，我哋好希望透過呢個平台都可以做到嚇。咁、我具體建議都係我哋有個我哋過同唔同團體做過唔同嘅研究啦。劏房我哋做過唔同團體做過幾次唔同角度嘅研究噶啦。我哋短期之內都仍然會繼續就住新嗰個劏房嗰個租管嗰個條例嘅進展咧，就繼續我自己個人都喺度 observe 住啦，亦都歡迎大家繼續參與啦。咁而低碳裝修方呢類咧，因為嗱喺香港咧，你講環保問題咧，或者氣候問題咧，就真係比較可能好多人覺得比較調子高咗啲嘅啊。咁嗱，我都好希望大家唔好氣餒咯，即係繼續落去啊！我哋好願意努力嘅。今次是低碳上進方第三次即係同我哋開呢一類記者會啦。咁見到今次你哋就揀咗做氣候工業呢個 topic。咁頭先幾位都講到，其實都係比較即係一般人未必好認識呢個概念啦。點解兩位或者點解其他即係小組成員都會選擇做呢一個 topic 咧？即係點解你哋有興趣做咧？呢期係第四次㗎啦，已經。不過呢個 round 第三次。我呢 round 第三次。我哋都係見到而家天氣極端天氣惡化緊啦，嗰個趨勢其實慢慢即係影響香港嗰個情況係越嚟越大嘅，尤其是基層市民。咁特別係即係劏房户同埋佢哋嘅權利呢樣嘢，其實係喺香港做咗好多嘢，做咗好多研究或者其他嘅行動，但我哋覺得呢啲劏房户或者基層市民同氣候變化引致嘅極端天氣或氣候工業問題呢個話題就少嘅，所以我哋想特別倡議呢樣嘢，係咯。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我補充一句，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我哋好多時話講氣候工業啊、氣候問題，或者即係咩巴黎峰會啊、氣候峰會啊、格拉斯哥氣候峰會呢啲啦。好似好多人都唔係好理咁樣，咁政府呢個大條道理，即係佢唔係唔知嘅喎，我哋都係即係有關一啲協議嘅簽署國嚟嘅喎嚇，簽署地區嚟，但係佢知道嘅，咁但係佢又往往就即係因為個壓力唔大咧，政府就唔會做好多嘢。但係我成日覺得政府咧又低估咗香港人對氣候問題嘅關注，因為一啲好典型例子，當年搞呢個膠袋税呢個問題，開始嗰時政府覺得困難啦，又唔睇好啦，係嘛？咁但係喺膠袋税推行之後，十幾年前嘅事啦，我唔講，講下講下啊，你哋可能都細個當時啊，即係其實實際上做落又唔係真係咁難嘅喎，係嘛？第一要俾門子喎嚇，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咧就原來好多香港人好自發咁，真係攞個購物袋出去做，一來慳翻啲膠袋，亦都唔攞咁多膠袋。其實香港人係有潛力，亦都有種動力咧去面對啲轉變嘅。不過好多時咧，政府啲官員又好。某啲政黨，即係一啲所謂建，特別啲即係工商界嘅政黨咧，往就會即係 understate 咗，即係佢特登係講差咗我哋喺呢方面嗰個動力。其實香港好多人，都我諗唔止係低碳通商方呢班年輕嘅朋友啊，好多人其實係好有意識。如果真係要做嘅，佢哋真係會寧願做一啲個人嘅
個人的妥協或者犧牲呢 去做了一個更加好的社會環境或者生存環境的。但是政府呢會不會 understate 或 underestimate 了香港市民那個在這方面的意願和動力。所以你看到環保署呢即是環境局呢過往在這方面的推動工作呢 就真的很我不知道怎樣形容才對、啊、即是你說很弱勢就可以了即是 很猶豫就可以了、啊、你看看那個什麼垃圾徵費、啊、搞了多久多少年了嘛很簡單的事情、啊、而且你看日本看台灣做完了而且真的很成功的為什麼可以這麼低估香港人的、那個意識和低估香港人的、那個、本身在這方面的、那個就是動力呢我覺得這個 很大的錯誤所以氣候公義講下講下不過講了七年八年了、啊、但政府這方面的教育和宣傳很少的所以我們的 survey 都證實了這一點啦是吧知道的人真的很少的所以即是我們繼續有機會的話繼續做多一些這些工作我們希望即是以我經常都說以數據開始、啊、希望實實在在地做一些即是很卑微但是可能即是很重要的工作即是寶寶這樣做好吧除了政府其實看到現在很多企業都很重視 ESG 啦、嗯、即都很重視想要這個的、環境社會管治 的責任啦所以其實我想可能這些建議除了可以建議給政府之外可以都試試撇出商界或者說不定每一個界別都可以即踏出一步去幫到多一些手啦如果沒有什麼其他的提問或者補充啦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來到這裡啦我們下次文言的記者會呢就是下個星期二22號都是兩點半咁到時我哋就會發布最新嘅社會幸福指標同埋限聚指數。咁到時亦都要請到兩位評論嘉賓啦，分別就係時事評論員周崇明博士同埋復興經濟民生大聯盟嘅成員任偉豪先生。咁下個星期二見啦，拜拜，唔該曬。好啦，多謝曬，多謝都好啦，多謝 Kenny 啊。係，唔該曬。多謝曬你哋，多謝曬你哋。好，你哋翻嚟諗下，劏房嗰度再過多幾個月，有啲咩可以好啊？可以做個 review 都好，我哋自己都 review， 即係啲街坊摸索緊。